你说这可怎么办呀？那信用卡提现利息真的不少，我好说歹说，小哥就是不要我的钱，气死我！他不就这样，死要面子？赵华光的钱他又不要，咖啡店又不盈利，一个富二代还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很简单，帮他还信用卡就行了。谁知道他信用卡号啊？我知道。 你知道啊？想知道？来撒个娇。看什么？家里有没有别的人？黑老板，再来一遍。 在家。哟，你们俩在啊？哎，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这衣服脏了，我回来换一件。凌霄啊，给我买个膏药去，是我常用那牌子。啊，好，我现在去。 干嘛？你这样看着我吓人。你跟凌霄怎么回事啊？就这么回事儿。什么就这么回事儿？你这从小就爱缠着凌霄，你不会之前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绝对没有，我发誓。那怎么回事？ 虽然没有，但是，我哥这人品，这长相，他还喜欢了我好多年，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呢？